多，三五年生人，89岁了，40岁开始长跑，跑到61岁。后来大夫说别跑了，太剧烈了，我就改成游泳了。王毅大哥，加油！夏天我几种姿势全有，冬天我就是蛙泳了，冬泳27年了，坚持过来了，尝到运动甜头了。最大的收获是我这些年没有感冒，最大的一感觉是游完泳以后啊，一走步特别轻快爽快，哎，这一感觉就不一样。嗨，走，好吧，好吧，我上学的时候身体很不好，后来我发现呢，还是锻炼起作用。看见人家冬泳，我说行吧，我也行了，我就游。我游泳是从69年开始，到今年要跨年度来讲是应当有55年了。技巧就是坚持不懈，每天都游。你得从夏天开始游，天天不断，每天的水温差到不了0.5度，你都能适应。去年9月6号。我还被应邀到武汉横渡长江呢，是吧？你横渡过长江？横渡2次了，还有一个愿望，将来早晚我得去趟南极，去南极游一圈是吧？游一趟，游一趟。我们这个是奶奶级的冬泳队啊，女子队，这个队伍呢成立在2014年，平均年龄是64.7岁，将近65岁。这个冬泳运动，勇敢者的运动，所以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勇敢者。今天请你看我们的风采，走你！我名字叫陈轩，冬泳已经12年了。上班的时候打球嘛，退休以后呢就没有伴儿了哈。我说这怎么办呢？我说这时候我的邻居告诉我，就说我带你去游泳吧，他就带我到这边游泳。游泳完了以后呢，到冬天了哈，我一看怎么还有人在游，我就特别好奇，我说他们在干嘛呢？他们说的我们是冬泳，这样的话我说我也试试吧，我就跟他们一块试试。结果我坚持下来了，7点钟左右吧，就是天一亮我就往这边过来了。游完泳以后回家什么事儿都不耽误。最远的石景山那边的，清河那边的，很远的，坐了3-4个小时还来呢。大家就是喜欢这片水，很多就是上班的年轻人也是这样，他们早上游完了以后就骑着车，有的就跑步上班去了。我叫王宇，今年40周岁，冬泳2年，就是夏天一直游到冬天了。我看你刚才下去上来其实时间很短，四五个小时。他们总说游多长时间，几分钟嘛，几度几分钟，像3度3分钟嘛，有的时间长了可以接受到10分钟。我现在主要就是喜欢游嘛，就尝试着游一会儿，也对这个感兴趣，他们说对身体好。早晨的那个朋友哈，他来了以后他就测水温，就在我们的群里还在这板子上就写上，让我们大家有个借鉴。比如今天天气凉了，我们就少游一点，或者是今天天气凉我们多穿一点，这是我们热心的冬泳朋友做的好事儿。因为这个冬泳吧，不是讲究游的多少，或我身体比如好点，我可以多游，游到对岸去游5分钟。我身体呢，要如果说我觉得好像经受能力差一点呢，我就游2下我就回来，能够活动全身的那个血液，就是达到这么一个目的。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乐此不疲的在这儿冬泳呢？隐含着有一个答案，他们得到了好处。什么好处？除了身体健康以外，就是精力比较旺盛，而脑子也特别清楚，朋友多极了，中关村的、四季青的到处都有。见面以后呢，都非常亲热。数九严寒，冰天雪地，冬泳健身不畏寒，蝶泳蛙爬，勇向前。我会游泳。